一段影片，影片当中他把才一岁大的宝宝就直接扔进了后雪堆，原本只是想分享两个人有趣的互动，却遭到了网友抨击罔顾婴儿的安全，妈妈也出面平反说确认安全才这样做，要大家别担心。把宝宝垂直丢进雪堆里，雪地里出现一个坑洞，再把它抱出来，身上全是如糖霜般的雪花。这段互动影片看起来超欢乐，不过这名住在加州的妈妈因此饱受网友批评。Poor baby, he is too small to say what he really felt. He doesn't look like he's enjoying it at all. 现年36岁的曼库索是高山滑雪好手，过去多次参加世界级的滑雪比赛，2006年还夺下冬季奥运会的大回转冠军。退役后还是经常分享自己的滑雪影片。如今却因为抱儿子玩雪的影片引发争议，他也亲上火线解释。He had such a good time in the snow. I mean, he just loves snow and adventure. 他进一步表示自己已经观察一天，认为积雪又软又厚，与儿子反复练习后，认为真的是零风险，才会跟儿子这样玩。For me, snow is my element, so I would never recommend anyone going out and doing this.Just randomly to their child. 其实本次影片不是曼库索第一次惹意，过去他也曾教儿子滑雪，尽管宝宝遗传到妈妈的运动基因看起来有模有样，但也 IP 没帮儿子戴头盔，只能说影片看看就好，网友可别太认真。记者叶立伟综合报道。